然后主键盘，主键盘图啊，主键盘图，足够接通，总感觉肩膀上压着一股力量，这股力量也不知道是使命呢，还是沉重的负荷啊，反正就压在左肩上，压在左肩上，这么几十年过去了，就一直没有办法破解啊，没有办法破解，没有办法破解啊，一直在寻寻觅觅啊，一直在寻寻觅觅啊，一直想通过什么手段能够把前世或者把自己的使命来搞清楚啊，几乎一直在想，甚至想到了这种使命的事情搞不清楚，或者前世的事情搞不清楚，那我到哪里算算命也行了，反正就努力的想把自己搞明白，突然一下子，发现了，有人有这个能力，有人有这个能力，处理这种事的时候，哎呀，这叫欣喜若狂啊！这叫欣喜若狂啊！这叫欣喜若狂啊！啊，所以啊，所以，感觉第二个春天要来了啊，人生要开始改变了，直觉里面感觉人生要改变了啊，直觉里面感觉人生要改变了，实际的也是人生要改变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。